他会去哪儿啊？你去那边，我去那边找。好，九灵，小姐，九灵，灵儿不小，竟然认贼作父，以后不会了。再等等我，等嘉玲、海燕和情，我就来与你们相会。 回来了啊！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什么？先别跟我在公子说，我跟你再找找。有爹今早冒这么大的雨为我求的平安符，送灵此行一定会顺顺利利的，爹不必担心。切记，以后不可再耍大小姐的脾气，还有，以后一切。 要以军心为重，这我当然知道，不过得宠罢了。女儿有信心。嗯。咦，我说爹，还有姐，哎呀，这送也送了，别也别了，这天都快晌午了，我们是不是得着急赶路啊？你就这么着急把你姐送走啊？这不是你着急去当皇后吗？哎，公主风度，公主风度。 你自己夜未归不说，现在玉儿也因为你不知去向，你就是荣府的祸害，荣誉的祸害。祸害！都愣着干什么？全部出去找，找不到别回来，都出去找。 小姐，我去帮你弄点吃的吧。我累了，不用管我。那少馆主他如何？与我有什么关系？老板，哎，我们别的不要，只借你的炉火，还有桌子一用。好嘞。 郡主，先歇会儿吧。 赶了一天的路了，菜一会儿就上。他们家呀，味道还不错。
郡主，那您尝尝这个。那边排场可真大。有没有看到一个姑娘，大概这么高，往这边走了？没有。啊，多谢。有吃的吗？有。公子啊，看看合不合口味。您随意挑。公子啊，你这样喝茶会不会觉得太麻烦呀？不如把斗笠拿开。哎，公子，哎，还不快来扶我！郡主，你看我摔了也不赶紧来扶我。你没事吧？哼。老板，哎，要个馒头。好嘞。你拿好，多谢。谢谢公子，谢谢公子。哎，公子，你刚才的行为，本郡主没生气啊。哎，我不会治你的罪，杀你的头的，你别害怕呀。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是走着去吗？累不累啊？不如我送你一程吧，要不然让我看看你长什么样。别跟着我。切。哼，谁要跟着你啊？就是往这边走的，快！想跟着本郡主的男人多了去了，你可别不识抬举。哎，喂，喂，你还真走啊？啊，你给我站住！你回来，怎么还上我马车了呀？吁。你们要干嘛？这位小姐，不知道你们赶路的时候有没有看见一个长得很好看的公子？很好看？嗯。有多好看啊？你不说有多好看，我怎么知道有没有见过？是不是他？就天上有，地下没有的那种。你以为你那公子他是只孔雀呀？还天上有，地上没？我是没见过，你自己往前找找吧。叫，叫，郡主，叫，叫。瞧瞧，瞧瞧这口是心非的样儿，明明不要我跟，自己还去钻马车。京城的男人都这么霸道吗？本郡主还选什么选？这种又霸道又冷淡的神仙人物，就是他了。公子，嘿，装什么装？难不成喜欢玩这种你追我退，你不追我就赶的调调？哎呀，啊，抱歉抱歉，公子，这都在马车上了，你就坐着吧。嗯，这荒郊野外的，去哪儿也不方便，不是吗？刚才那帮人可是来问你了，本郡主那是把嘴巴闭得严严实实的，一个字都没向他们透露。谢谢。不客气，那你就跟着本郡主吧。
你送我出这片林子就好，这是付你的车费。居然，居然有一天，会有除了爹以外的男人给我钱，还是这么可爱的兔子钱？不够。够了够了。他们为什么要打你啊？你离家出走了？我出来寻我的娘子，不希望有人跟着。找娘子啊？看不出来嘛，你还挺会撩，挺会聊的。好巧，本郡主也是离家来京城找人的，来找一位情投意合的夫君。这难道就是老头子说的天降姻缘？声音好听，身材也好，还会给我钱，除了不知道长得是不是真的那么好看，就没别的缺陷了。公子，你看我长得像不像你家娘子啊？像不像啊？姑娘自重。装什么装？本郡主已经很自重了，所以才问你像不像嘛。哎，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嘛，你怎么还生气了呢？哎，你们怎么还不走啊？等天黑吗？一帮懒东西。公子啊，你这是要去哪里啊？出城。出城？哎，给本郡主掉头！你们问都不问一声的吗？一帮蠢东西。公子啊，初次见面，咱们也是一辆马车上的人了，不如先来互相认识一下。不要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你先认识一下本郡主。不必。男人，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小姐，吃点吧。小姐，不用管我，我不。展平有回来过吗？未曾。备马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来来来来，哎哎，把这搬走。哎哎，好，哎，来放这儿。哎，好。哎，客官。店家啊，有没有见到一个小姑娘来住店？小姑娘没有啊，多谢。哎，这边请，请，请。老板，上点吃的，越贵越好。哎，拿着。哎，好嘞。点心给我上那儿，快。这些呢是自家厨子做的，跟京城的比也比得上。而且啊，还是不一样的好吃。我不喜甜的。给我撤了。今天晚上给我做一些咸食，路上带着。嗯。
怎么会有人吃个馒头都这么好看？公子，公子，你看看我嘛，我好看吗？公子，咦，我怎么会在同一个坑里摔两次？啊啊！你，脾气真是太好了，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善良又温柔的男子？人呢？是嘉陵第一公子，也不是占星馆的少馆主，你只是荣誉。我只希望你开开心心的。我只想让你开心点，以后年年生辰，我陪我的小兔子娘子过。
早点休息吧。明日我再送你回荣府。为什么之前没有回去？不是说好要早些回来，我们一起搬去别院吗？不麻烦了。你哭了？没有。但你想。我真的没有想哭。不哭了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告诉我。没发生什么，我只是迷路了。迷路？有这么一瞬间，我发现周围的人我都不认识，周围的路我也不认识，我不知道该往哪儿去，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，我只知道我再也回不去了，我把自己弄丢了。你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就不会让你丢了。无论你发生什么，无论你在哪里，我都会找到你，然后带你回家。家。嗯。回家。我哪里还有家呀？所有人都有罪，只有你是无辜的。但我再也不能跟你成为家人。再也不会有家了。都怪我不好。是我没有保护好你，保护好贺家。以后我不会再让其他人伤害你。荣宇，我最不想伤害的人就是你。
是。少馆主、少夫人回来了，快，快去通知老爷！哎，少馆主回来了，快，快通知老爷！公子，他没事的。哦，没事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而且，他会抚琴了。啊？哦，居然还会抚琴了，那太好了，那公子肯定离痊愈越来越近了。展平，去准备些吃的。啊。不了，我想去药房看看。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男人？郡主，哎，快，什么情况？已经查到了，那天郡主遇到的那位公子是占星馆的少馆主啊！怪不得，我就说嘛，那样的神仙人物怎么可能是凡夫俗子？哦，他那天还仰着脖子看星星。是，只是占星馆的少馆主，少馆主，那这么说，我有可能成为馆主夫人。郡主，他只是我以后的孩子，不仅可以继承我的属地，还可以继承我的家产，还可以继承占星馆。郡主，他给占星馆备礼去，哦不，给京城每位大人府上都备礼送去。我要让他们知道，哼，本郡主来京城雪婿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这以后的少馆主夫人啊，要钱有钱，要地位有地位，谁要是跟我抢人，哼，趁早死了这条心。是，只是郡主他是……你怎么还在这废话呢？还不快去，快去啊！是。郡主，郡主，哎，江南来的，整个嘉林就他那个属地最富，润亲王就他一个独女，以后所有的财产全都是他的，谁要是娶了他呀，那算是一步登天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哎，你们收到他昨日送的礼了吗？收到了。当然，我这芝麻小官一年的俸禄啊，还抵不上人家手指头缝里露出来的呢。说的是，是。知道太后和公主这几年礼佛，我来京城之前呢，特地着人去寺庙求的。这个是圆慧大师开过光的。这个也是，谢谢妹妹。楚楚啊，有心了。你说你来就来，还带这么些东西干什么？合着该是我这个做长辈的给你准备礼物才是。现在可倒好，反过来了。瞧您说的，我什么都不缺。您要是真想给我送东西啊，就给楚楚寻一个好人家吧。哎呦，收到信儿了。你父亲的意思啊，哀家明白。哀家可要替你好好选选。不用了。啊，我已经有人选了。这不才来京城的吗？就看上了？嗯，可以说是天赐姻缘。看起来是已经见过了，不知妹妹说的是哪位啊？就是
就是占星馆的荣誉。荣誉？兜兜转转，竟是荣将。本以为父皇那般宠幸占星馆，是糊涂。没想到，还有这回事。若荣将真是预卜先知，事情就太棘手了。难怪之前做什么都无法搬动他，还以为是自己太弱了。现在就连天道都不站在朕这边了吗？不必如此认为，我倒是有一个方案。毁了星图。星图？荣将曾说过，用星图来预测，可占尽先机。你应该知晓，这么做会伤到荣誉的。我知道，但这是必须要实施的方法。血海深仇也好，江山社稷也罢，荣将和占星馆必须要除。我曾想过千百条路，可无论哪一条，我的刀子一定会扎在他身上，我别无选择。贺九龄，你在此之前再多给我一些时间吧，让我能为他做点什么，哪怕我欠他的永远都还不完。我只想尽我所能赎罪。说要找娘子，居然是真的。其实少馆主，没有个妻室也不正常，是不是？都怪我，我要是能早点来京城的话，还有其他女人什么事吗？都是家里老头子，他不放人。郡主，郡什么主啊？你话怎么那么多啊？小心把你舌头割了。哎，对呀，我可是郡主呀，我可是堂堂嘉陵国的郡主，有妻室又怎么样？谁能抢得过本郡主？玉儿，小叔，啊，听说你已经会抚琴了。嗯，关心要是能想起来，那就更好了。多去星图室看看是好事，过几天我找太医再来瞧瞧。嗯。玉儿，你瘦了。威廉回来之后，你怎么瘦了这么多啊？这贺九龄怎么照顾你的？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。他照顾我照顾得很好。你怎么这般看我啊？小叔应该好好照顾自己才是，不要总是为我为占星馆操心。你和贺九龄一样，都是我非常重要的人。日落黄昏斜阳，辗转千里远方，夜半琴声上，酒盏几度
难相忘。提笔相思成行，宿命喧嚣于纸上，最烈的酒最难忘，情到深处不可逃。回眸，回眸有你，有你守候。岁月可曾回首，几度悲欢离合，思念落地成霜，化作灿烂星河。你悄悄地转身，亲手合上你原则，笑问今夜人间星星几何。到深处不可逃，回眸，回眸有你，有你守候。岁月可曾回首，几度悲欢离合，思念落地成霜，化作灿烂星河。握紧幸福紧的一个想你过客，原来相思。